光天化日玩乐中荒淫中，有人在天下太平失恋中失落中，有人在末日无趣游戏中快乐中。你是否以为观众看着他们有用没用？你是否以为观众看着他们有种没种？有人在黄金年龄创业中高潮中，有人在褪去岁月得到中低调中，有人在患得患失求学中尝试中，哪一位才是英雄？也许这些人们的过程不同，目标相同，小小星星晃动星光的朦胧，星光朦胧千山万水正好装饰你的梦，你的眼睛正好装饰你的星球上的洞，成千上万黑色眼珠正在交互的转动。车站寻找中荒废中，有人在人行道上前进中迷晕中，有人在厨房中央麻木中烧菜中，有人在水房边缘吵骂中冲突中。你看人家的时候跟看自己有何不同？有时候会不会心痛？也许这些人们的过程不同，目标相同，也许我们就在其中，也许都分别不大，心情不同，天下大同，也许他们只是儿童。小星星晃动星光的朦胧，星光朦胧千山万